試下啲麵碎先。都同粥加埋呢一樣喎，已經。但係呢個有靈魂，有我靈製作嘅靈魂 ，OK。大家好，我是思王，今天就跟我女朋友啦，就因为 Crystal 请了我们两个就去这个出前一丁的整年，咁咧，你唔見唔到佢噶啦，定見到我啫，放心啦。咁但係而家咧，因為我係遲到嘅階段啦，你見到大家好努力咁整緊，咁啊，我哋都唔好執輸啦，我哋過去一路啊，捱下麵粉啊，整下整下呢，整下嗰度，係嘛？好 OK 嘅話咧，開始啦。咁而家咧，捉實手柄逆時針放向住。逆時針即係。嗰邊。哦。係啦。咁我哋越轉得快越好啊，加油！第二次開始就將佢對折，開口對住自己放上去啊。好。到第十一次都係咁樣折。好。十一次啊。俾你睇嘅嗱嗱咁嘅样啊，买个杯面好过啦。因为一连串又压又搅之后，个面团出咗嚟啦。咁啊，而家要准备将佢再压扁啲嘅时候切面啦。但系睇下呢个就是我女朋友整嘅，好样衰啊，同佢一样，同佢一样咁样衰。嗱，咁我哋咧摆喺个黑色兜兜度，里面铺上一层薄薄嘅淀粉，唔好太多啊。有冇睇上网啲片啊？咁样嘅，好似好厚，好似同啲女一样 ，PS P 得好犀利佢。而家幾快？做嘢噶嘛，我哋呢啲。如果斷咗會點啊？呢個 moment。斷咗幾咁靚，幾咁漂亮。嗱，我哋而家咧 keep 住一個合理嘅速度，唔好太慢，令佢有啲速度又快快地，又慢慢地咁咪唔得噶啦。你見到我而家咧，其實係心裡有數咁樣計完曬時間，個時速我控制得好好。未睇啊，已經覺得同出街買嗰啲一樣啦。我覺得自己有 GS 嘅根基咧係不一樣。竟然都話而家啲女人都係唔識斷，男人係贏。未出街已經跟賣街一樣，特製零製作送給你。新鮮出爐的所有面團，另外就加上其他小朋友的面，其中有兩個是我的，這個是我的，這個是你估啦，這個是13、14、15、16、15，這個才是你的。是嗎？我15呢，他們要去剪到現在110g，很嚴謹的要求啊。所以要將麵入面的水分降至到 10% 以下，就可以抑制細菌的生長。咁呢一個方法咧，佢叫做演油乾燥法。好啊，整完曬個面之後咧，佢蒸緊嘅時候咧，我哋而家就要畫公仔啦。咁我畫咩公仔呢？其實我識畫嘅得兩隻嘅啫，梗係要太陽啦。可唔可以借啲黃色俾我啊？鹹蛋黃，綠色嘅咩？青草原。咁上面有咩？海鷗。小橋流水人家，呢個就是我唯一一個識畫的公仔。陰公豬，你睇呢張係我畫的，呢張係對面的小妹妹畫的，你餓咗幾多？炸完的麵咧，終於要入袋了吧？試下啲麵碎先。都同粥加埋呢一樣喎，已經。但係呢個有靈魂，有我靈製作的靈魂。OK， 就點啦？咁呢個咧就係成個工作坊啦。咁啊，但係咧，我覺得都挺好玩的，但係。普遍都是細路仔多啲咯，咁如果你有加大細走同一齊過嚟玩，但如果純粹自己咧就諗下啦，好，再見，拜拜。